你食驚風省啊，風高浪急噶，屌你咪喺啲金融市場啊！所以嗰陣時我叫啲台友啊、啲學生啊，淨係你我你乜冇得搞啦，就係搞個蘋果啦，早個禮拜叫人買金啦，琴晚都升啦，冇我早個禮拜再叫人再入啊，一七幾嗰時，係一七幾嗰時叫人買。破了100了，這個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，你要對那個政治經濟呢，全世界的地緣政治很敏感的，你才看到。我們叫人買蘋果是有理由，華為倒閉了就是他一枝獨秀，你聲中幾時去果皮啊，你做那些窮客，人家現在做那些貴客，還出了很多副產品，現在蘋果一路一路越搞越多花神，佢嗰扎客仔捨得賣嘅，佢一出機咧唔肯換咧就勾噶啦個人，自動波訂撚定曬噶而家，周圍搶緊噶啦十三，我都要換啊，嚇，冇解噶，屌我用得起啊嘛，我冇撚嚟出撚會俾僆仔篤眼篤鼻啦係嘛，唔夠佢型，唔夠佢型，唔係咯，撚夠佢型嘛大佬。點解輸人不輸陣啊嘛？咁就唔係錢問題啦。唔係呢個嘢係行先啊嘛，大佬。啲靚妹唔肯會睇嗰只額貴撚過嗰個手機噶嘛？一睇就睇個手機先，我講啱唔啱先而家？係咪啊？幾時都係。係咪啊？屌你係咪即係我哋輸人不輸陣噶？你皮嚟你一定要打皮噶啦。咁呢個睇邊個？呢個咪要做士兵咯，冇所謂噶。咁啊，唔需要買，擺到做士兵冇壞嘅，啱唔啱啊？買啲神龍茶嘅卡，你走去俄羅斯買張卡翻嚟都好用噶。等我老母跟都冇跟，屌你老母俄文嘅呢個機啊，咁啊幾撚高級啊？佢頭都赤撚埋啊！打電話屌咦屌你乜俄文嘅咩？係咪好撚好啊？屌你咪世界好多遊戲玩嘅，咁你咪扮普京兄弟咯，又可以係嘛？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有網友問啦，你喺羅省嘅紀念花園主要啲主要功能係乜嘢喎？頂冧啲風水佬咯，因為啲風水佬咧就呃你十年八年啊嘛，撞撚咗發唔發達，我唔撚使撞。生又得，死又得，呢個大風水陣開始有一路都有功力出嚟，大家睇到噶，我鋪出嚟啊！仙人掌最撚難開花噶啦，屌咩？我哋開到五顏六色嘅可以，啊！不過喺獨門秘方嚟嘅大佬，當年喺中國梅縣。扯撚咗瑞士嘅氣場過去，泰國真龍嘅秘書親手同我一齊喺度做工作，佢有佢擺嘅嘢，我有我擺，我擺瑞士泥土，我跟住喺度作法，我喺度作法，所以當年個印尼大富商咧好撚開心，我親身去，屌你自己祖國嘅地方啦，咁撚窮招領，個國生我哋好撚窮個鄉下。希望你幫幫我手，親身嚟我屋企求我噶嘛，阿湯石林，我呢個人老人家咁撚真誠，好啦，我同你入去走一轉啦。咁我第一次用噶喎，當然我屋企九龍塘嗰時咧，我都唔需要用到轉移咁犀利，我係用加持嘅力啫。屋企當年我九龍塘新馬石路嗰度。所以由500多萬咧，都變緊咗億幾。我賣嗰陣時，咁啊喺西貢嗰啲地咧，100多萬變咗億幾啦。我都冇轉移地場，我係作法啫。加持個地方，我以前呢個地方死人冧樓啊，嗰啲嘢咧，唔該你哋冚唪唥。All of them 啊！我每逢買啲地翻嚟，我祝福作功法嘅。咁但係而家個老人家請我去佢故鄉，
梅州招靚喎，哇好撚窮啊，窮撚到飛。梅州都窮。梅州梗係窮啦。嗰陣嗰個年代。以前梗係窮啦。嗰個年代。但係烈士之後嚟噶嘛，梅縣嗰邊梅州嗰啲，四行山莊抗日英雄喎，知唔知啊？就喺招靚。八八壯士啊，上海啊，抗日啊，四行山喺四行莊，我梗要幫啦，嗰度係佢哋啲後人，咁啊真係佢作法一個大風水轉，嗰度一次。一次咧，就係、是、喺廣州而家最大嘅殯儀館，亦都係中國最大嘅殯儀館，幾百萬平方嘅嗰度，係民政局長親身請我幫手，因為佢一路掘啲骷髏骨頭出嚟，個個唔肯敢開工。佢話：郭先生呢次彈一幕啦，屌你啦，我要丟官啦，冇人敢開工，俾雙份工冇人敢開。哇！亂葬崗嚟。一路掘一路呢，一路掘過撚個，你知啊，中特別廣東人冇撚罩忌噶嘛，掘撚過啲骨，怨氣重。所以而家你哋去到廣州呢個最大殯儀館咧，門口嗰兩棵樹咧，一重一拍咧，我親手種，佢哋長出嚟咧，好奇形怪狀，係特別嘅。我中國量前大嘅尊嚴，我地獄場咁廣州嗰陣時起飛啦，都希望。啲廣州人啊，生意好啲啊！我喺嗰度又作過飯。咁有我自己擺個場喺度喺美國羅省咧，我點解要揀羅省咧？喺世界上而家佢都係最富人算國家，一國講嗰個權力，講我咪而家佢老大哥嚟嘅。咁啊，瑞士最有錢，瑞士和平。咁我將瑞士氣場扯埋過去，擺喺度，擺喺個陣喺度咁啊！我自己又親身過去作法，所以咧即刻唔撚一十年八年，一年半載啫。哇！所有啲仙人掌生喺度五顏六色唔同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就會搜集世界所有唔同種類嘅仙人掌咧，種喺度。就將佢變咗個仙人掌嘅博覽會，俾人入嚟欣賞。花園一個大嘅紀念花園，咁啊嗰啲在生嘅人、死咗嘅人，你嚟贊助我哋嘅學會，咁我送翻一個寶盒俾佢，將嗰個氣場咧扯咗喺個寶盒嗰度，喺屋企啊，你咪見過我啲寶盒嘅。有個銀元寶嘅，睇下擺擺上去啊！我啲王，你知唔知個寶盒啊？純銀嚟噶。嗱，我就真係唔知點解啊！因為中國好多嘢咧，唔係中國喺古代，我哋古印度嗰邊度都好啦。嗰啲法術咧，用銀冇得解嘅，用金都唔得，用銀嘅。我話咁點都冇銀用金得唔得？金貴啲喎，佢唔得。條程式咧講明要用銀嘅，用銅又唔得。用嗰啲物質，紙通咁。我解啊，咁指定要用銀咪用銀咯。乜所有啲人以前佢哋墮咗胎啊，或者啲父母啊，以前葬得唔好啊，葬喺中國無厘頭嘅地方啊，有啲早上唔知點啊，你咪通知我哋紀念先人乜嘢，咁我哋會同你做噶啦。咁有個元寶咧，俾翻佢擺屋企，嗰個係寶盒嚟嘅，又係做個手腳，即係做個加持啊、祝福啊，就將我哋嗰個氣場咧扯翻過嚟屋企嗰度，再反射翻出，即係你有個手機收到美國嘅鑊石。咁我日日都要幫啲人祝福嘅喎，催谷住佢，催谷佢發動佢氣機啊！比較深奧嘅咧，大風水學。我哋其實唔係用風水兩個字嘅，大家世俗人要講風水兩個字容易明白啊嘛。唔通我講俾你聽話呢個量子二微觀嘅震源嘅
程式咩？屌你，佢唔知你噏乜撚，啱嘛？嘢嚟街又得。我哋風水咁咪算緊數咯，大風水喎，俾你啲人睇到，就唔撚我喺度鳩噏。因為正式大風水係可以人做出嚟嘅，我可以話俾你聽都唔撚得。人為嘅，人結地靈啊，所以我要同嗰啲人做功德咯。他們給我錢，我每年的作業費，你不是見我又送睡袋啊，又送給那些流浪漢，那些流浪漢過支持他們當東西的，有些人來做義工啊，幫你掃地又成啊，很古怪的流浪漢，很難相處的，那我們送他們日常他們最需要的用品啊，還有你送給他們，不要讓他感覺你是侮辱他尊嚴的，這個最重要，你千祈唔好冇攏辱人哋嘅尊嚴啊！你話哇，可能連你咁你死撚得噶啦，嚇！喂，我哋有堆嘢朋友送過嚟，用唔曬，大家一齊分撚咗用下啦，咁撚就得啦。要真係好撚禮貌對人哋噶，唔係話你話屌你係咪？哇！嗱，我哋而家同你搞一大路啊，我唔撚嚟咧，你做乞衣啊咁屌你咯，咁啊撲街！屌啲戰狼外交咁咪死得咯，咪死咗。是啊，已經死了，我給他想一下就死了。那現在我將我的地盤，因為我有成四十萬呎的嘛，很大啊，屌你四十萬呎很大的啦，你搞得那我現在就將他給五萬呎送給印度的摩菩提學會暫定，已經溝通了聯絡了，但我叫他做一些計劃書給我，做一個瑜伽中心和那個 meditation 的中心，搞啲鬼佬打坐，請啲唔可以唔夠佢十古路唔夠班，我哋印度大摩婆羅已經超過一百年啦，派啲和尚嚟坐鎮，我哋可以全印度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噶嘛，好耐歷史噶啦，當年係鬥贏咗英國，攞翻個布袋戒耶翻嚟噶。當年就靠我哋菩提學會鬥撚贏英國政府，先攞撚翻佛祖嗰個布達加耶嗰個聖地翻嚟，由翻印度管轄噶，好耐歷史噶，好聞名噶印度摩菩提，會出好多大嘅學問家。總之大菩提學會好聞名啊，印度。咁而家我就送一賣俾佢哋咯，我唔用送啊。$100變咗嗰個交易清楚咯，送你都驚有手尾啊嘛，賣斷咯，$100賣五萬隻嚟俾你，咁啊我變咗我哋咧有一個價值喺度，將來有一座咁嘅歷史性嘅建築物，咁就一生人嘅一個紀念品啦，係嘛？我好多建築噶嘛世界，咁喺美國整間座都好咯。將我東方文化擺翻嗰邊，我哋葡萄好有班底啊嘛，有人傳承個工作啊，變咗穩陣。咁呢個係都係一個人生嘅好事啊，有能力做呢啲好事啊嘛。第二個問題，咁啊有。歡迎的，最總之你有朋友未死或者自己，我就贊助這個紀念花園，那我們那套東西運作呢你就收到的了，很多朋友他都覺得交運好了，事實的，我不喜歡吹水，我自己好了，做完之後那些花開，屌你無緣無故做生意有一賠十的，在這個時間多厲害，你話邊度一賠十嘅生意做啊？好撚難啫嘛，一賠一都唔容易啦，係咪？犀利啊！我覺得有啲生意做，生意啊，唔係賭錢啊，唔係跑馬咁啫，係啊，生意做到一賠十嘅喎，好撚得人驚噶。但唔做得大，因為嗰啲但都好犀利啦，你一賠十都夠啦，一個利潤。係啊。即係個倍數好犀利，係好多奇蹟嘅，係好多奇蹟，好多奇蹟。
好，第二個問題。啱啱講緊呢個大風水嘅問題啦，咁亦都有人問咧，啊，呢個香港邊個命理師信得過喎？命理師，係咯，占卦佬、算命佬。啊，即係講講好聽啲啦，等於你劏個豬肉佬啊，叫做豬肉處理員一樣。你自己係最信一個。屌乜你自己都唔撚信自己，咁屌你咪點信？就係唔信自己。佢就係唔信自己，所以揾人講嘅問啫嘛。揾人蠢。咁你老豆老母講嘢，你唔撚信？嫌佢哋蠢。係咪啊？同埋你要揾呢個人信咧，你動機唔正確啊！你係貪念啊！貪有冇自敬可以快發達？有冇 有好彩嘅嘢咧？嚟到身邊唔使做，最撚危險嘅呢啲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嘛。嗯。你唔撚使播種啊，又有望有收成啊，錯嘅。講遠嘅因果咧，你要行善積福；講近嘅因果咧，你要誠信勤力，有紀律，即刻就見功噶啦！你要專心做一樣，冇話左做啲右做啲，冇嗰個技能喺度。技能好緊要啊！幾時都用得著，就算戰亂，你嘅家財都可以冇咗啊嘛！但你技能喺身，掂啊嘛！我唔知邊個叻，點解咧？因為如果有高手咧，唔會俾你知嘅。正式高手唔會掛牌，佢算自己都掂啦。係啊，有錢佬得啦，使睇你。唔係使撚同你算咩？嘥撚你，係咪啊？做兩手已搞掂啦，唔會俾你知。我哋啲咧就撞彩多啲。但我哋都唔會掛牌啦，啱嘛？我哋好嘅，咁咪醒你兩句咯，等你吹急避凶咯。你唔撚聽，咪有柒你都關唔撚事。我哋一早咧叫啲咧，好似姚仔啲聽我哋講，而家咪喺台灣讀撚完書咯，咪坐撚緊監，咪做最早會坐監。我哋個撚樣，咦？屌你有冇行行先喎？一上街我哋實死喎，僆仔，係嘛？好似同你聯絡噶嘛？係啊。係啊，好似出年畢業啊嘛。唔係，今年畢業啦。我、哦、今年啊，我咁讀完啦，讀完農業大學啊，去加拿大啊。邊、嗯、啊？會翻啊！佢會翻嚟，然之後就再去進修咯。哦，係咯，幾好咯。佢翻嚟香港啊，同佢搞個慶祝會啊！啊，僆仔你甩爛啊！點解咪去赤柱探你個冚家產啊？一念之間嘅人生真係㗎，佢一撞到我哋啊，我哋係佢貴人嚟嘅，因為佢又好撚難勸解到嗰啲後生，一腔熱血。我喂，你猛聽啲人講話共產黨唔撚好，咁你點解你又唔去睇下共產黨有咩好咧？你翻落大陸咧，冇人話佢衰嘅噃。大家你哋啲人聽緊住啊！你過撚咗羅湖橋，你行入深圳有冇人話佢衰？有冇聽過啊？你有冇聽撚過十幾億人喺大陸入邊話共產黨衰先？唔會講。喂，咁你唔會講咁事實佢係喂點解深圳真係一個不毛之地嚟㗎？大家唔好撚搞撚錯。所以我成點啊屌啲民主黨咧？你成講撚衰喎中國。講撚衰共產黨，咁共產黨有好嘢你都要講嘛，公道先得㗎。你真係好啦，過嚟睇下。以前邊有路啊，大佬？我黃山田地啫嘛。屌你係乜邊有路啊？鄉下嚟㗎。邊度有書讀啊啲人？冇。咁你嗰啲係公職嚟㗎嘛？有兩層一層嗰啲喎。佢唔係咁撚強項啊！
發展不到的中國，一個命令下來，屌你媽，個撚個不肯喐的，一盤散沙的嘛，中國人鬼打鬼啊，隔離村你打我，我打你啊，爭路行，爭城行，爭到垃圾，爭廁所用，由朝爭你老黑㗎。所以你要知道到共產黨佢嗰個制度咧，佢點解佢個制度自信咧？因為佢用呢種制度咧，可以管撚到個咁撚多人口嘅國家。佢係有佢嘅理由，有佢背景，有佢背景。咁你如果你咁撚強硬嘅管理手法，梗係會傷害好多人。你覺得唔撚舒服？等而家你香港人，你習慣咗香港嘅 hea 嘅制度啊嘛。哇！突然間搞到咁啊唔得，咁啊唔得。咁你嗰啲唔得嘅，等於新加坡以前啫嘛，連食香口膠都唔撚得。嚇！入廁所唔沖水罰好多錢嘅，知唔知啊？新加坡。呢下就唔知啦。如果廁所冇水咁點？而家叫你守嗰個秩序啊嘛。佢驚你香港過癮咗龍，就影響佢中國入邊啲人個思想咧，會動亂啊嘛。佢同佢中央政府治個國家同你一個城市嘅人睇嘅嘢係唔同。中國唔亂得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同埋仲有咁撚多啲古靈精怪人喺度搞鬼咧，佢有佢嘅理由，有佢嘅背景嘅。但我哋要求咧就好簡單嘅啫，無論你喺中國大陸好，你啲共產黨嘅幹部，你公正就得噶啦。你法律嚴乜嚴都冇錯，你公正。一就最撚慘嘅唔肯公正嘛，所以我哋咪屌嗰啲唔肯公正嘅幹部。砌人生豬肉啊，屈鳩人咧啲咪唔好咯。公正最緊要，因為你唔肯公正咧，你個政權一定唔肯永久嘅喎。個民怨咧越積越深，所以咪要維穩咯。係嘛？公正好緊要，但最近都好多人俾佢擔保啦，連阿盧峯都擔保咗，擔保咗盧峯都。但既然間佢轉緊咗潮啦，搞緊到呢啲遊戲，你去再講話誰是誰非咧，佢爭兩啲嘢冇撚意思嘅。你留低香港嘅，你適者生存。係完全冇意思嘅喎。好啦，你為一時逞英雄，話有人俾掌聲你，咁就行緊咗入入邊踎十年八年。咁你咪自己衡量呢個代價咯，冇人同情你噶。就算我哋黎智英哥仔使咁撚多錢，咁撚多個人收撚我錢，食撚我茶禮，陳友軍冇出嚟啊，陳友又收千幾萬佢，陳方新都有收錢喎，李柱銘都有收過錢喎，個撚個嗰啲民主黨派啲人有冇出嚟同我黎智英講句説話撐佢？少都少唔似啦，仲識你？係咪？中國人唔撚玩得佢啲遊戲，你都唔係嗰科，又冇組織，又冇理想，你個理想係虛無縹緲嘅，係嘛？即係老實講啊，如果你係香港俾黃之峰之流做特首，屌你老！走九條街位啦，我哋都要啊！你睇個撚樣，個衰樣，屌你老閪，閃下閃下咁啊！啲人又係要男仔嚟喎，蘇仔，我已經衰你，屌你老閪，卵嘴咁噏乜撚嘢，俾佢咁嘅美國政棍點鳩你噶嘛？好撚戇鳩啊！佢哋嗰班人真係好撚戇鳩啊！坐撚穿我間房啦！呢班友真㗎，即係咪話落井下石嗰啲人唔肯睇可憐？政治真係要妥協啊！乜政治要妥協噶？你俾面人人俾面你㗎嘛？你冇撚理由屌嘛？行埋你啱撚曬㗎嘛？
咪話佢同佢政府鬥，佢同香港市民作對喎呢班人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叫佢咪行歪啲啊，唔好阻住我哋做生意，咁咪打柒你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俾心都俾搞緊殘啦，係咪啊？唔係咁樣搞法噶嘛，人哋唔使翻工咩？唔使做嘢咩？你啲個個溝流流，有啲戇鳩鳩喺外國讀完書翻嚟，屌你阿妹，啊，鳩鴨又當秘笈，又搞理想又話成，咁咪做緊咗乞衣啦，係破壞多咗個建設噶嘛。好簡單，你話佢哋搞民主運動到而家，帶嚟香港有咩建設先？我哋好撚公道講，爭取到咩咧？你問劉慧卿佢搞咁撚多年民主運動，爭取到咩？你問你寫封信入去監房問呢個李卓人個乞衣，佢為嗰啲工人爭取到乜撚嘢？所以好撚多撚草走撚咗噶，嗰抽水仔啊！咁你自己攞嚟戰咯，話轉朝換代，你都唔肯識分裝下，係咪先？咁鳩人啲後生仔上撚咗戰場，自己著撚咗草啦！呢啲咩所謂？唔係你話俾呢啲叫咩所謂先？啊！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有網友就問啦：幾時念《金剛經》最好喎？為咩事念咧？最緊要。我問翻轉頭啦，你為咩事念《金剛經》？咁連連巴撚啊！係啊！首先咧，你要睇咗個注疏，明白部《金經》經咧係講乜嘢先。咁你變咗念口簧啊嘛！你都唔知佢嘅內容個宗旨係講乜嘢，要嘥時間噶嘛！你睇完我注疏，哦，值唔值得自己念呢？你話唔係喎，《金剛經》講話，如果你念四句偈嘅話，念咩咧？好多功德喎、哦，咁你即係貪啦，咪變咗反效果咯喎。咁你話喂唔係喎，以前啊六祖咧聽到《金剛經》咧就開悟嘅喎，咁你咪聽咯，冇撚念咯，你叻撚過六祖咩？聽住先。看看你會不會開悟先？但他悟完之後走佬喎，六祖你知唔知啊？走，係啊，要走佬啊！啱唔啱啊？走嚟南方。嗯。咁你有冇準備話聽緊完之後開悟咧，又學佢咁樣走佬咧？照版主照本主版咪撲街，要揾到考慮嘅喎，你受唔受得起啊？所以你要睇住疏先。我當年擺咗佢個字咧，貼喺我新華十道嗰個官府嘅嗰個領事館嘅正門對上，四個大字真係無住生心。咁啊，好多學校啲老師啊、學生經過等放學咧，就過嗰度啊，講咩咧咁嘅，真噶。咁啊！始終有次咧，我架車啱啱翻嚟，有啲老師咧就同啲學生喺度指手畫腳。我有咩事佢冇啊！我哋啊，先生你喺呢度住我係啊！我哋諗唔到呢四個字講點解喎咁。我哋諗得到咧，你就成佛噶啦，即係一個笑話嚟。嗰度比較深奧嘅，無住三心，由呢邊讀過咧，三心無住。但我嗰日我出個貼咧，就我做呢、這、一個牌咧，就用三心無住嘅方法設計呢個牌出嚟，即係搞呢個信仰文化改革，就用嗰種力，叫做黐到佛祖少少嘅靈感啦。揾咩代替咧？有人信耶穌，
蓋國相有人信無我物德，有人信老上太太上老君，有人信如來佛祖，又信觀音，咪總之本應神佛啦。印度啊幾千萬個神啦，係嘛？你講到歐洲啊，以前仲犀利嗰多神教，咁而家我整呢個牌代替啦，就用金剛經嘅力咧設計出嚟，即係用三心無住嘅力。一個正念的力，這個世界呢，是到時候要改革那個信仰文化，整個世界溝通緊亂，屌你宗教戰爭，你鬥我鬥，伊斯蘭教就屌你咩信尼派自己內部打印參謀，唔係啊，佢唔係打外邊嘅宗派，自己宗派啊，佢一個神派，一個信尼派，信尼派自己內鬥啊嘛，咁你點樣搞啊？即係你所有嘅信仰咧，多領完，咁啊搞過呢套嘢出嚟，你信自己，心好事成，我相信，所以比較深入學問，但係真係好有心先去諗出嚟。所以咧，你哋練金剛經咧，首先要睇住疏，睇唔住疏啦，然後咧再決定。會唔會依教而行咧？咁你先再問我點樣練化？第一個問題。嗯，嗱咁啊，另一個網友就問啦：心經嘅心咒主要功能係乜嘢？鎖心啊，心鎖嚟嗰個咒，一把鎖嚟。你個人好多心中意馬噶嘛，有好多貪嗔痴噶嘛。坐到打妄想喎，有啲坐到諗翻啲前塵往事啊，恩怨情仇啊嘛，特別上年紀嘅，好嘢佢唔走出嚟喎，好撚古怪喎個思想個系統。唔開心嘅嘢，一唔開心嘅咧，自己湧上嚟嘅。開心記唔到。受人恩惠嘅你冇去話記住，俾人呃啊，俾人踩啊嗰啲記啊。咁呢啲咧就會傷害自己噶嘛。咁你用咩濟心咧？喺道家嚟講咧，叫濟心一處，係不容易嘅。但呢個心經嘅咒咧，佢就一把鎖。你一念咧，佢鎖住你嗰個意識流咧，喐唔到。咁你妄想咧出唔到。最大個最簡單嘅功能。我再話你持呢個明咒持到修行人入呢個三摩地持明嘅成就咧，一層層咧呢個另外一個境界。但最基本你鎖心先，唔會心冤意馬先，唔好諗錯嘢先，唔好亂諗嘢先。特別你瞓唔著嘅人，咁你啊念埋心咒，念個心咒咁，咪好易瞓著。佢妄想走唔到出嚟，所以咒語咧係心鎖嚟。再延伸到其他功能咧，嗰個另外一個層次。係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有網友就話啦，有啲乜嘢項目投資可以保值咧？買地咯，係啊，錢得閒啊。如果你不是的話，那你就換美金咯，換瑞士法郎買黃金咯，你就保值嘛。對嗎？你是保值的，記住。是啊。長線揸。那你如果你說你現在你買那些這樣無厘頭股票呢，就小心咯。但長遠，如果大集團嗰啲生物科技股咧，買得過。因為社會而家我哋睇咧，佢路喺都係行嗰個方向生意。蘋果都會繼續升噶，一枝獨秀。佢成個系統結構，你打仗咧仲用得多啊！一日要講電話，要溝通多啲啊！你買買到機票啊？點啊？係嘛？因為佢實現喎。係啊。一定要用啊，唔少得。有生意喎。
我舉一個例子，你話如果個社會講香港冇講其他啦，突然間三日個個人用唔到電話嘅，你會點咧？一日都搞唔掂啊！啲人而家嚇，你嘅依賴咗。嗯，你冇講三日啊，一日都唔掂啊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問住我相信啊，冇咗手機用啊，三日。因為你啲資料喺曬裏邊啊。咁點咧？相片。咁你仲有固網噶嘛？屋企。固網你只係通話啫嘛，你唔可以好多資料啊，各樣通訊嘅嘢都搞掂。咁你停咗三日啫，咪唔撚喐住咯。你會周身唔撚聚財嘅相信嚇？啊！而家啲人慢咯，電郵都仲可以收嘅，你電腦，但係你好慢，你唔可以隨身咯。係唔可以隨身啊！係啊，你唔可以隨身。咁但真係好多人唔撚安樂嘅咯喎。啊！大家人瞓唔著啊！我哋想睇個 YouTube， 咁你翻屋企睇咯。你部手機用唔到嘛，就打個電話啫嘛。你依賴咗佢啦嘛。係啦，咧佢所以變咗咧，你呢樣嘢咧，好地地就話咧，佢係有存在價值嘅。所以你無論任何環境，佢係有存在市場價值。變咗你嗰、那個呢啲咁嘅健康公司咧，係好難冧嘅。就係啲肩頸啲人咯，開始痛啦。但係你特別嗰啲，當然啦，你而家唔好買嗰啲神龍茶嘅手機公司啦。你一把手嘅公司，你係會贏。哦，係啊，你個將來佢都係帶領住行。因為你必需品。係啦，必需啊嘛，唔到你。唔係奢侈品。係啦，冇人做。第二個問題，呢個好投資嚟嘅。好簡單。係啊。